几米之后揪揪你哦。午安，午餐。那是什么？听说是打泡猪，但打泡猪是这个味道吗？不知道。很像是我造反。谢谢卡兰，今天还没有讲过话，可以说是刚起床。今天我看到我吃菜时，会问他有辣吗？他说没有辣。好像有九层吧。无辣的，对，无辣的打泡猪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我现在非常之刚睡醒。哎呀，它就是卤肉饭，没有酸辣的打包猪。就是卤肉饭，碎肉碎肉，羡慕刚睡醒。对啊，今天睡很好。谢谢法海啾啾你哦，肉燥。其实不说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。肉燥变盘。昨天快四点了，三四点。应该有九成吧。每天没有睡，对，至少我睡了，应该也有12小时。连上十天班，太辛苦了。地震，但是地震很常无感呢、啊，在睡觉的时候，除非真的很大吧。这边有什么好看的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但是就是晃一晃。滑一滑就两三年，哦，可能是因为我一点才去洗澡。
是洗澡的时间都很晚。你知道越晚洗澡，洗澡的时间会越来越长。晚上洗澡就会，就想说反正也没有急着要赶快洗完，就慢慢洗，然后就会洗很久，感觉超浪费水。我洗澡不喜欢关水，可是都会有人，比如说在洗头的时候水会关起来，我就是一直开着的人，一直开着。有时候实在是觉得太浪费了，会关一下下。浪费一点，那我适合浴缸泡。对啊，所以大家洗头发的时候都会关掉水龙头。我基本上就是开了嘛，而且我甚至还没要洗，我就会把水先打开，因为我觉得浴室没有那个水声。很没有在洗澡的感觉，关键会冷，但是我洗的就不是热水啊，所以不会有冷。换个背景，我手机都会放着，然后开那个音乐啊，所以其实是有声音的，就是我会想要听那个水声，不是人睡觉。应该基本上十次里面有八九次都是冷水澡，但是我的冷水澡不是到那种冰的，就只是洗澡的时候厕所不会有水蒸气的那种程度，没有到冷水啊，温凉水，温凉水，就是基本上从厕所出来不会有那个热气。但是会比冷气的部分厕所会比较热。因为其实我家的冷水没有到很凉，就连我有时候要洗手，我就想说没这么温的那个水。但有时候你知道没有，就是比如说吹冷气才去洗澡的话，就会没有这么热嘛，那你就会觉得直接洗那个凉凉的水还是会有点冷嘛，所以我就会先开热水，让那个厕所现在很热的，然后进去就会很热，然后再转成冷水再洗。让热水流掉。我是发现我真的没办法洗热水，因为昨天是一样的概念，就是吹完冷气然后去洗，就没有很热嘛，然后就先转了热水，然后就站在热水下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的脚要烫伤。但是那个水真的只有在中间，热水真的只有在中间。我想说我的脚要真的是要烫伤，就是很痛，就是各种各种对于热水很痛，我就又转回冷水。就是是可以站在那个水下面，但是站久了我就会觉得很烫。然后我昨天，大家知道那个磨砂膏吗？就磨身体的那个。然后我之前买了一罐沙泵还是什么，
大罐。我因为之前有一罐小罐，然后有一罐这么大罐，然后因为小罐的那个挖空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把大罐的打开，那是新的，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，然后我就用尽各种方法把它泡在热水里面，然后把它拿去墙壁敲一敲，然后用那个夹子还是什么夹子的，把它插到那个盖子里面，好像这样弄，然后好不容易把它打开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我把它弄坏，我真的很怕我把它弄坏，它太紧。我想说有听到它消气，但你知道因为盖子很大，然后手就是只有这样子，所以本来就很难出那个力气就很难转，我最后就把它夹在这个下面，好像再把它开了，太紧了那个盖子。昨天开了，好不容易打开。用那个力气把它打开，可以啊，就这样。缩一点点，那我就把它挖到那个小的盒子里面，这样就不用一直开那个大。我那里就是全部啊，去角质。没有每天用，想到的时候用一下。磨掉，不可能磨掉，好吧？那也太强。那我可能会先扫3层皮。久，对啊，通常都隔蛮久的，应该不会一个礼拜，但是就2-3个礼拜一次。承受不了热水，应该不是吧？不喜欢，就是洗完会油油的话，不能用摩擦吧，它那个里面就有精油，然后洗完就会滑滑，很像没有洗干净。画画的很烦，保湿啊。那你下次要学会带自己的沐浴乳出门。
分享都没时间。对，我也会觉得没时间，但习惯就好。不会提供，还有这样的，那房那个房房间的钱可以变便宜吗？政府规定是台湾吗？台湾的话也不太会去，不会在台湾去住饭店。你们有活动的话，是不是会住饭店？我是不会住饭店。住台北，问题主控你有？对啊，因为我上次去日本上次去大阪的时候，我就订了一个饭店旅馆，然后他就是要在大门，就是一楼，把你要的东西都拿一拿再上去的，自己拿这样子。但好像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用的东西，我好像就只拿了牙刷。更多的，这要看要干嘛。我好像就只拿了牙刷，没先是拿了手链，这样你可以拿很多。通常要干嘛？就可能他未来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带那些去用，比如说牙刷、梳子、什么刮胡刀什么，可能大家比较常用的就会多拿几支。看人家不一定会喜欢。没有买牙膏，可是饭店的牙膏很难用，那个小小的。牙膏很好用，真的吗？他觉得那个很好用，可能我喜欢那种刷起来有泡泡。我每次都觉得饭店的牙膏刷起来没有什么泡泡。像我也习惯用日本的那种不良的牙膏，就回去突然用到那个什么黑人现在改叫什么好味，是不是改回去用的时候就会觉得超辣，我真的觉得嘴巴被辣到，好来哦，好来，好难记哦，为什么不叫黑人？没有泡泡，对啊，就很像
家的牙刷。出租电动牙刷，其实是。你点歌吗？我这边没有点歌服务哎，我都是直接让他跑。有唱主题曲才记得，我是不记得。我有听过电视有放，听完就忘了。想听歌自己点。想听歌自己上 YouTube 搜索。我这边不是 K 歌间，因为我不唱歌。电台投稿。欢迎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要看我唱歌下，我就等我们有表演的时候记得要来看，直播的时候没有这个服务。有点东西，点什么就点什么。线上有线上吗？不知道。他都是看完了。应该不会有线上吧？感觉不会吧。不会情话，谢谢卡米的啾啾你哦，是念卡米吗？我很想念卡米。线上应该不会，要读书本就要读书，就要读得好好读书了。卡米是 OK。谢十一的戳戳你，我怕他会有那种要求要念 KAM 来，毕竟他都分开写。谢文三的戳戳你。人家刚放学看直播，就跟你们还没下班看直播是一样的概念，一样的概念。有一个要分开念的。谢金六的大声说爱你。现在学生这么好久，四点就放学。人家放学你们还下班。偷起来。刚开学早放学。开学是8月31日开学。今天开学。开始，只是还没要开始吗？还没开始，先休息。
会觉得头发要长长。我昨天在洗澡前就是在想，我在想，我的头发好像有到腰，然后我洗完之后就发现它没有到腰，然后就在想说，所以我刚刚那个是错觉。我洗前的时候一直在想说好像有到腰，但是好像没有。缩水，洗完缩水，从1830开始，想再留到腰吗？没有，没有想，就是慢慢慢慢留。打算剪了吗？也没有哎，只是就是不知道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。现在是一个带你去流浪，不知道要留到哪里。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无止境让它继续长，什么时候要剪也不知道，因为过腰的时候就要看日子，很麻烦。谢谢吉米粥的福醋酱。可能因为是比较塌，所以比较短。没有，是洗完的时候觉得比较短。为什么？留到天长地久，再撑几个礼拜。大家喜欢长的是吗？他就快要过腰前剪掉。没过腰就不用看日子啊？对啊，就是说过腰要看日子。虽然有的人没在看啊，但是。我妈会要我看，长发或者说会比较能变发型，是吗？留长的人比较少，是吗？长头发真的是洗头很困难，不会是洗就是这边有泡泡这样，然后洗到下面，下面就没泡泡。然后要这样全部弄上去又很难，然后一直在想，还是洗发精的问题，但我又懒得换洗发精，所以就是一直这样。我洗头要洗三次，先洗上面，然后再洗后脑勺这边下面，然后再洗发尾，分开洗。洗发精用量说不定很大。可就要长发，是吗？你是长发控，不能再加洗发精，因为再加洗发精也是一样的意思啊。所以我就会先冲掉再洗一次，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洗第一次的时候，那个泡泡会比较，怎么说，比较少。可能它清洁，然后洗到后面就会比较泡泡就会比较多。人生难免有意外，不能自己洗发精，是你自己洗发精。但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，就是日本都有那种试用包，就是。洗发精跟护发的这样一个试用包，在100日币左右的，是30块。我就有时候去日本的时候会买那个来洗，就可以顺便测试一下其他牌子的洗发精好不好用。那完全不够用，其实够用哎。我其实洗发精，我就会先挤一点点出来，然后洗。他觉得不够的话，再挤一点出来。基本上一包是够的。三万的量够吗？够啊，完全够、啊。台湾的话，松本清好像会有松本清，日本的药妆店好像会卖那种，但是不是每个洗发精的牌子都有出。会洗那种凉凉的洗发精，不会洗凉凉的洗发精。
式味道。点发油够用吗？够用啊。应该说要看那个洗发精，但是洗发精就是很容易就是弄出泡泡的话，其实根本一点点就可以 洗很多的。但有的就是你怎么搓它就是没有泡泡，那就很难洗，就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。没有泡泡我没有办法判断我有没有洗到。前中后调是不用看前中后调，我就是看包装，看包装再挑。洗澡精吗？沐浴乳吗？沐浴乳没有那么讲究，沐浴乳基本上好像都可以，但不喜欢有人会涩涩。洗发精，有在换吗？没在换啊，我的洗发精已经很久没有换，那个希玛瓦尼。洗发沐浴乳反而是不要涩涩。要说洗完很干净的那种沐浴乳没有很喜欢，蓬蓬蓬蓬，以为我家宜兰家好像以前是用那个。留在身上就不要很滑，也不要很涩，刚刚好就好。我现在用的好像是 Bio 的，谢谢吉米做的啾啾牛，好像是就是小樱魔法什么那个什么小樱的一个樱花的那个包装。没有用很久了，因为太大罐了，用很久，一直都没有，还没有换。外面要缺货怎么办？通常不太会缺货，而且基本上快没了就会去看，然后要不要买，然后就没买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挤得出来，还是可以用。现在的洗发精也蛮好用的，就是睡醒的时候，睡醒也是不会很乱。这就是睡醒，然后梳个头发，不会有那种。买可能是因为我有吹得很干，我吹头发很努力，我有很努力要吹干我的头发。因为没有吹干的话，早上起来它就会长长。早上起来它就会就是很神奇的，种类多吗？其实也没有很多。天然渣，对啊，我的头发其实蛮听话。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就很少一直烫卷，
以前的话可能有一直烫，所以有比较下面有比较容易打结，但现在其实因为很少烫，就下面比较没有那么那个糟糕。不然以前的话好像下面就会就是塑料下面就会卡住。日本买的头发吸水，买那个超好用的，那个三分钟，他说主打擦干吹三分钟就会好，但是是没有到擦吹三分钟就会好，但是它这个很吸水，我觉得它很棒，而且它很薄，很薄，然后很薄，很薄，所以很好，很好这样子擦，因为有的很厚就很难这样子擦。那个很好用，我很后悔我没有多买几条，在 Loft 买的。我妈现在在日本玩，她现在在日本爽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如果有经过 Loft 再帮我看，但是他感觉是不太会经过 Loft， 他甚至说那是什么东西的，我不期望他会帮我找到。很吸水，那个真的很好用。而且它很轻，也没有说很轻，很轻。我要怎么找才找？套路三分，就是这个，不是吗？是吗？我忘记它包装长怎样。去日本没几年，然后他跟他朋友去啊，然后他们去什么名古屋，然后我说我没兴趣，有啊，他有问我，我就说我没有兴趣啊，他们感觉就是那个，就是走路看风景居多，不想没有兴趣。就那个不是是吗？不是，好难哦，找不到啊，这个。0359，那这样算四分钟吧？你再跟我说三分钟。好像是这个。我买的时候是用免税，所以他就把我装在那个袋子，所以那个箱子我就没有拆掉带回来。但如果大家是不用免税就把它拆开的话，那个箱子那个毛巾其实很小一条。那个很好，累三分钟。我推荐大家啊，我推荐有长头发的人可以使用，真的很快，它真的很好擦，很薄。低于四分钟，对，而且我记得它很平，876是多少钱？876是多少钱？现在是不能送，是没有错。那大家就800块很便宜。我就是想要把我家的全部的浴巾都换成那条，虽然没有要拿来擦头发，但是我就是想要连浴巾都换成那条。快两百应该算便宜，因为还有那种很贵的，那种什么。上次说的 Lifa 的毛巾，反而我觉得没有到它那么吸水，可能是因为它很厚吧，不会用，就是不会用，可能是我不会用吧，我就觉得那个就拿来当浴巾的，没有要拿来擦头发，现在擦头发就是拿这个来擦，而且它也不太会有那种好像。会伤到头发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的毛真的很软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样擦也不会觉得好像会变粗糙还是什么，确实很厚，对，那个很厚。用过那个四分钟，就觉得好像
回不去，回不去，所以那后来就变成浴巾，变成浴巾在用，像团购，像团购，哎、欸，那个真的是擦起来很轻，昨天也是用的。是毛毛的，就是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可以完全变的这样子。那段时间会有变硬硬的出来，可能就是那个吧，没有洗干净。三分钟，对啊，三分钟是他没错，感觉还是很大，很大条，但是他很轻。我就会很舍不得把它拿去洗，把它拿去洗，我就很难洗头。但是它应该很好，很快干。擦搞不好就干的不用搓，对啊，因为说不定短发才是实际上的擦一擦就不用三分钟就好了。头发都不用吹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擦很干的时候，擦很干的时候，就会已经有种要干要干。三分钟指的是短吗？可能哦，他又没有说。吹整一下，吹干比较好，吹干那个头发也比较不会受损，也不会毛躁或是长一些奇怪的形状。有时候没有吹干，睡醒就会发现头发会长得很一个奇怪的形状。吹干，然后就这样压着，然后早上它就会长这样，它就会长在奇怪的地方。剃出来还是会变形，那就是要去烫那个吧。矫正，缩毛矫正，让它固定，就会可以。自然卷就是要去烫啊，烫才会好，没烫就是怎么样都是那样。早上起来就是弄湿，然后再吹一次，吹干。但因为我有烫啊，所以本来吹完就会长这样子。
数码针就是离子烫。也有那种烫刘海的，就是有的人刘海他可能就是会这样分开的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他可以把它就是烫到对的位置，然后早上起来他就会梳一梳，就会回到那个位置。高科技。很严重的自然卷好像都会去烫的。卷卷吗？不会，因为我本来头发就没有这么自然卷，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睡觉前，就是我可能去洗脸，然后我就把刘海这样夹起来，这样夹起来，然后洗脸，然后擦化妆。保养品擦完，然后就这样一直放着，然后等到它已经干的时候，再拿起来，它就会长在奇怪的地方，它可能就会变这样子。所以每次化妆前，我都会很努力要让它化妆后发夹放下来的时候不要变形，小心的夹。夹太大力就会很歪，刘海会很歪。不是，好像有人说这样倒过来夹就会好。这样下来的时候就会是差不多的，直的这样。不要让它变形。对啊，是啊，但是因为沾到水就是会变形，沾到水就是会变形。因为我就是先夹着，然后就洗脸之后就会弄到水，然后就直接化妆。但如果本来就是干的，然后直接夹就还好。但是因为前面还有一些步骤，就是会弄一些。不然的话，像这样夹一下，其实还好。中午好哟。吃掉还这样子，对啊。不过是你哪个部分？哪个部分？流汗的，可是不太会。流汗的状态是夹子，罐头鱼，
直都是自己去翻，现在其实不知道是谁负责在拆，基本上就是看到在请人拆，看到什么最近已经不知道，但上次看到了还没有开始卖，是不是那个鞋子，好像那个鞋子现在有人审吗？现在就是先拿着，然后跟别人说可以不可以帮我开的，就随便问一个姐姐。高度有下降趋势，不知道，我也有一阵子没有去。就是丢在大海，什么鞋子？那个歌店的鞋子 ，W 鞋。就都拿去审，对，基本上。我觉得是这样子是最快的，不然的话你可能等了几个月都没有人拆。基本上是自己去讲会比较快，就说可以帮我拆一下吗，所以有人不会去看就不知道那个怎么。比如说我前几天去翻，然后我翻到一个二月寄到的，然后就想说二月，那不就什么半年前的东西，我现在才打开的的部分，就是它可能放在一个角落的最下面这样子，然后我终于发现它了这样子，我终于发现它在那里这样子，因为基本上我就是看。外包装，看有没有我的名字，然后就这样看，不是嘛？不是就放到旁边，不是就放到旁边，然后看到的时候就，然后就看了一下，它上面还有那个时间，都看到外包装还有地址，哦，你说看到地址会怎样吗？但是会怎样吗？你怕我会做什么事吗？我是对你们住哪没有任何兴趣了，还好，你怕我寄刀片去给你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人是，我要记住他家地址。我是没有兴趣啊，看到你们的地址，怕你帮我订披萨，我订披萨给你，我把垃圾寄回去给你，把那个纸箱寄回去还是要钱？你觉得我会这么勤劳，还是去邮局？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寄过东西，有时候就是买到很烂的东西的时候也懒得退货，因为很麻烦。记账单之类的，订披萨后到付款。油脂对方说不安，对，所以基本上要么就是发现真的累积太多的时候就再会去翻一下，但是有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新的来，所以我就是想到去看一下啊，或是有人跟我说他送到，已经送到公司，我再去找的，不然的话不会一直去翻，因为那边也是办公室，就一直在那边翻也很奇怪。基本上是我确定有我的话，我再过去看，不然的话一直去那边找，然后没有也是蛮尴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理，就是有的人会传讯息，现在 IG 不能私讯，但是有的人可以私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他们还没有那个 bug。
担心的。更新一批一批吧，对啊，用旧版就不会被打，所以我就说是有那个没有弄好，还没有，有的人就没有问题。宰相们有看到昨天的月亮没有？哎，旧版 IG 没有挡人的功能，旧版是多旧版？先不要换手机，因为换手机有差吗？旧手机可以传新手机不行。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运气，就是运气，有时候真的是可以为了广播更新。不行，同意，我们基本不会去按的、啊。谢谢十一送的戳戳你，不然就 tag 比较快， tag 比较快， tag 限动文章 tag， 每次都会有奇怪的 tag， 我还要一直去删他的 tag， 他 tag 我什么什么加入什么，然后每个月多少钱这样。的文章是真的不需要，就聊聊很贵，改成省过台书店，可是很麻烦，很麻烦。我有开过一次，就短短，可能开过大概三天嘛，然后就觉得很麻烦，还要省，就觉得很麻烦。基本上是他跳出来，我再按取消。他的话，我会就是会错过，只有三不是干嘛？是吗？因为基本上都是 OK 居多嘛，但就让他直接过啊。假如说是那个不需要、不重要的讯息大过于 OK 的时候，再去审就好。但现在的话就是不太会有，就是就真的是很偶尔，可能一两个礼拜一次这样的话就删一下。会通知吗？会跳出来啊，就说谁谁谁 tag 了你这样，然后就点进去，然后就看到那个又是一模一样的贴文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他干嘛要一直 tag 我，那就是会 tag 那种很多奇怪账号的，然后只有我是 AK48TV 的那个账号，我就想说干嘛一定要 tag 我。拜拜的糖果饼干没有耶、欸、封锁他，有啊，我上次封锁了，然后他又出现了新的账号，然后每次点进去他就是一个贴文零个粉丝零个追踪，这真的是直接封锁广告。对啊，广告讯息。
用账号存不可以，虽然它有好多账号，但不是就是封锁它还是会有那个就是很多个，他说封锁同系列的账号，但还是会有新的账号。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奇怪账号按爱心。千千万万个，对，千千万万，还有千千万万。还差三千就十万了，差三千就十万。三千也太多，还很坚持要标。我每次都会点进去看他都标了谁，我突然移除，移除，移除标记。每天都有增加，林一你好，你跟谁谁谁谁谁早安呀、啊、这种不会。不能标记零一，那就是有一些魔法，他可能被下了一些魔法，他应该有什么？对啊，掌握的流量密码。早安那个不是很久的事了吗？一天超过十个，一天不要好几个。他还持续拓展到未来少女中，真的假的？好有毅力哦，他的毅力哦，佩服他的行动力。执着之人，坚持的人。两个差不多，拓展到两个差不多啊，有两个人了。很久没有看到这两个，偶尔直播会看到吧？没有吗？都看不到。那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
捷运比较不常见。大家有玩过 Google 的踩地雷？今天是一点五小时，我在想，反正就是也是可以，也可以到六点了。Google 的，就在 Google 的搜寻上面打踩地雷，它就会有踩地雷出来。台北今天下雨吗？刚刚好像有一阵一阵有听到雨声的。有 Google 的，有啊，就在 Google 搜寻。因为有时候怎么说，我只要电脑不是XP，我就不太会用。所以现在这个是，这好像是七还是十？是十吗？这是十吧。不会用新的系统。刚喷了一阵，现在没。对啊，就是突然下一阵这样子，然后就没了这样。然后我忘记是哪一天，大家就好像是公演跳完还是公演怎么样，然后大家看完，然后就不回家，在公司玩彩电，在公司玩彩电，压力太古老了。因为我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家宜兰家的电脑一直都是XP，一直都是XP。然后就是学校要用的那种软体可能会不符合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7啦 ，Windows 7，然后我家还在XP，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学校说回家之后要下载什么软体，然后做那个作业的。然后，反正就是下载不了，下载的了，但是跑不动。然后我的功课就一直不能交，所以我基本上那种电脑的作业都是在学校做的，就是要做午休的时候去那个电脑教室借电脑，不然的话跑不动哎。踩地雷可以玩通宵，对啊，踩地雷，我们那天就是一直。就是要玩的，我就是坚持我要踩地雷，就是困难要全过，然后淋雨那边就是接龙，他在玩接龙，然后说接龙要过关，然后就说接龙是这么难的东西吗？然后他们就一直弄超久，然后一直没有过，然后一直说再一次最后一场，是最后一场，这场再没过我们就回家那种，然后还是一直说我不就是不行。就是接受不了没有过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一定要过的。接龙四次很难，对，我其实不太知道接龙就是有分，我知道它有分，就是每个的玩法好像不太一样。然后他们就说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真的最后一次，然后就。那赢一场这种最后都会天亮，对他们就是坚持啊，赢一场就好了，然后就是一直那个一场一直没有出现，这时候就没可能。然后我现在在玩彩地，很突然。双色接龙比较简单，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接龙都是好像就是没有那个什么接花色的部分。就是花色没有规定一定要怎么样。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。要有游戏体验只能两色，两色四色很难。其实我真的没有认真玩过彩电，要不然接龙。你是玩的，我现在是玩困难的，但是你知道困难的，就是玩到后面它就会开始二选一游戏，我只要在那二选一我就会失败，所以但是很少不会遇到吧，基本上很容易遇到，就是一定要让你选一个的，我就会觉得很随，自己很随，然后每次都是在那个快要完成的时候，然后突然要那个二选一，
全凭运气。对，谢谢吉米周的啾啾你哦。要假设，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假设不了哎。我试过了，有时候我真的尝试过要让他假设，发现我办不到。彩电眼，你每次都会忘记规则。彩电我玩到后面会开始就是眼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哎，就是哎，怎么突然按到炸弹？我自己眼花。嗯，困难的地雷也太困难，不是有99颗吗？踩地雷不是都点到变成反射？对啊，是反射啊。但是有时候二选一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选，不知道怎么选，这时候就很困扰。这样，剩二选一就算了吧，爆了就再来一场。彩地雷跟机轮堪称以前最好玩的免费游戏，就是很煞时间、煞时间、煞时间的游戏啊。不然的话，其他的又，我以前还会玩那个，就是麻将的接龙，也不是接龙，就是消消的麻将，消消的。他有玩过吗？弹珠台，弹珠台好像没有印象。弹珠台，Windows Mac 没都没有那，我最讨厌 Mac 电脑。就是对那个电脑很有意见的人，我就是对那个电脑很有意见。哼，以前免费游戏的声光效果就让你很开心。好老的电脑，弹珠台好玩。好玩接龙，我要看他们那天到底在玩什么。困难，简单，我先按简单。然后嘞。那个真的有在难用，然后嘞，爱心，他旁边有爱心，因为工作需求，就是那个只是拿来做那个吧，影音剪辑、修图、绘画那种拿来用。没有，其他的就很不方便。下楼梯已经是插电的事。下楼梯是什么东西？我现在开场就没有办法连任何一个东西正常。做音乐，我们 VCR 都是用 Mac。什么危险？小朋友下楼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游戏好难玩，已经开始觉得这游戏难玩。是这样子的玩法吗？我真的是也不太没有懂。五，没有五，再按一下。哎，是这样子玩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不是吗？记住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过啊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放到旁边？
新金融比较晚，都确定能解开，没有一个拼得上去、啊，没有一个拼得上去啊，那怎么过？中间的黑要红黑交错，我现在红黑交错了，但是它没办法放到旁边去，那它下面的牌就没办法拿出来。它旁边那个爱心是拿来干嘛的？旁边那个可以拿来放牌的。我现在左边的牌已经抽完了，是没有可以放了。我卡关了是不是？我现在卡关了吗？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拼啊，什么烂游戏？什么意思？我放上去啊，能放的我都放了。要从 A 开始放，什么从 A 开始放？啊，你说旁边的那个爱心要从 A 开始放，是吗？怪游戏，什么都说就是新怪游戏，新怪游戏就对了。是我放上去的顺序有错，它不能移到旁边。可以，好酷！所以只有一可以放到旁边，那就先放到旁边。一张一张照顺序排进去才会。一张一张照顺序排进去才会赢。一张一张照顺序排进去，什么意思？可是他只能放一啊，要照顺序。一开始，那他的二要是黑色的是吗？如果一是红色，我确定我在玩接龙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搞懂哎。有一才能放二，同花色，同花色。可是他这个牌接的时候又要黑白是吗？哦，这样，哦，哈，然后嘞，就这样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右边算是整理，可以混着放，可以混着放，不行啊，不能混着放。下面整理要黑白拍好，要同花色。接龙是为了摊开牌，最后目的是所有牌整理，所以不能先收起来，是不是？不应该先收起来。所以要先排，不能收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收起来。不能收起来，所以要先想办法让它排下去。但现在排不下去啊，看起来。最底是 K， 是不是？全收起来就破。K Q J 啊啊！红色，我要红色，红色有没有红色、啊？有有红色。然后十，十九八七六，黑色黑色黑色。黑色黑色
黑色六，就是这样，先放再说。可以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，可以吧。我现在要干嘛？继续按十。三二，是不是有点知道要怎么玩？好像有概念，又有点没有概念。我觉得我下次玩我就会忘记。啊，黑色没有黑色，六红色七六六，有五吗？是不是没有五？这接得开吗？没过就不下班。右边的头像游戏直播，你甚至看不到画面。可以收的牌会直接收，顺点哪里可以收的牌会直接收。四三，我没有黑色的二。放不上去的十一，七 ，Q， 黑色，我就差那个 K，J， 这边也放不上去了。我没有黑色的 A 二，好想要黑色的二，好想要黑色的二，没有黑色的二。出来的牌都直接点两下，点哪里？没有啊，按两下没有任何反应。哦有哎，这样子，七六，哈，等下没错，等下有事啊。反正就是先都按，这都是一样的，他都给我一样，他都给我按一样。先收起来也没有好处，先收起来没有好处吗？还是我先收起来看？我先把它收起来看看，那会有新的牌出来，然后还是不是我要的牌，依旧不是我要的牌。还是有我不要的牌，重新开始三次。为什么没有二？二在哪？三，三，梅花三，没有二啊，二都收不起来，这都很难。为什么？六五也没有黑色的五啊，有红色的五，我有红色，但就是没有黑色，他就是不给我黑色。
规则是会想会卡关的吗？不会，不是应该每一关都可以过吗？还是被我玩坏了？是被我玩坏了吗？是我玩坏了，所以卡关了吗？会卡关，会卡关。不是应该每关都会有随机版有机会五折？有这种事？不是努力就可以过的东西吗？原来这个游戏不是努力就会成功的吗？有机会卡，就是运气不好是吗？好，那我再看一次。容易跟困难差在哪？容易跟困难差在哪？有人知道容易跟困难差在哪？跟人生一样，不再相信努力了。失败了就是直接重来就对了是吗？过不了就是直接重来就对了是不是？发牌的是数字君就可以过，总是选错，容易卡住的差别啊！看他有没有压根有没有想让你过。那他会不会故意就一直发你过不了的牌，就是不想让你过的，一直发让你接不上的牌给你，会吗？他会这么坏？要有技巧才比较好。我记得我以前在我爸，就是我爸有开那个就是很神奇的网咖，不像网咖的网咖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。北北还会一直来那边玩接龙，然后我每次都在跟他，我在跟他比赛要玩接龙，但我每次都会输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魔法，反正我每次都会输。再一场的决心一定会够。卡发牌那个顺序，先问泡面好吃吗？是没有卖泡面，好像他就是外面有卖其他的食物，所以有其他的可以吃。妹妹很强，对啊，他感觉是那种很会玩，很会玩接龙，不知道为什么很会玩接龙的人。我觉得我不行，我快不行。我快不行了，我觉得我差不多可以开始卡关了。他抓宝可梦也很强，那个时候有宝可梦吗？那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流行宝可梦？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。对啊，我记得我都会跟他谈判，就说要怎么样，就是偷跑，就是我先让我玩这样。谢谢冠伟的香槟，就是我先玩，他才能开始玩的规则，我们都定好了。谈判，我要先谈判好那个公平的开局方法。让我两手，这好像也不是让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快不行了，是不是快不行了？好像看起来快不行了。这真的是过得了吗？这有过得了？确定过得了？丝毫不觉得他有过得了的迹象。大概要六点了，可以到六点。为什么啊？虽然你也没有赢，对啊，是
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自己该放弃了？我应该要玩到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自己要放弃？会怀疑是正常。什么时候是那个决定可以重来？都没牌可以动，完全卡住动不了的时候。完全卡住动不了的时候。场面可以点两下的牌，直接 Google 攻略接不上去，我就会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啊，应该在哪里还可以接，不需要那么多五位，不需要那么多八哎，他是不是故意给我不要的？谢谢十一的香槟。试图要看出什么东西，看不出。谢谢十一的香槟。我试图要看出什么，但是看不出。其实这局摆明就是没有想让我过。这么难过的吗？是这么难过的游戏吗？是这么难过的游戏吗？好难过，好难，好难过的游戏哦，太难玩了吧，这个。呀，这个有好吗？这一场有比较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但这一场好像新的好像有。比较听话吧，看起来吗？重看的速度越来越快。像什么赌徒心态，就是相信会有过的那一天。至少赢一场，我还有25分钟，我还有25分钟，3 3 3 2 1，九九，公野真守要去演九九，哎呦，2 2 5 5 4 3 5 J Q Q Q 没有 Q， Go。他是真的会过，后面速度会变快。第二期过有吧？我现在看起来有吧？
有讲过三哦。二。六，没有。突然讲这个，舅舅他要去演，那个好像是什么musical音乐剧。我也好奇，因为我没有看舅舅，所以我不知道舅舅。我知道他好像有配舅舅，可是他配的角色好像不是那个角色。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看到我有看过的字 QQQ 我也不会去看吧，确实因为我对那个没有不熟啊，不熟哈哈，好想要放上去哦，这个 Q 好想要放上去哦，Q 好想放上去哦！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个 Q 放上去？为何？我现在要开始乱收牌，我又要开始乱收牌。我现在开始乱收牌。我觉得又在哪里？又在哪个牌的下面？他是不是又在哪个牌的下面？这个九，这个九很烦哎、欸，这个九很烦、欸。四，非常感觉进度不错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快要留局了，我要留局了，我又要进入留局地狱，不可能呢、欸。好想把这个酒消失掉，消失不了哎、欸，我不能把它消失掉。它不能被消失了，这边的牌不会换是不是？开始想要人家换牌，小时候三场游过一场就投降，可是这场开场很好的说，我又要在这个地方让他说再跟他说再见，我要在这个地方跟他说再见了吗？我又要放弃他了吗？难得我觉得这场好像还蛮好，太难过了，我要是抛弃他了吗？是时候了吗？是时候了吗？下一场会更好。说不定下一场更好。
等一下，要过了吗？要过了吗？等一下，让我再确认一下。K Q 黑色、红色、黑色、红色。我现在很不敢动它，我不敢动它了。等一下，我该怎么样比较好？我现在该怎么样比较好？我不知道。OK。接下去比较好吗？想再挣扎，我想再挣扎一下。等一下，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要拉哪个出来，怎么办？5、4、3、4，我一直在那个牌已经没剩多少，怎么是五？为什么是五？我现在有一条 KQJ 19876421，跟 KQJ 19876433，然后那个九跟五卡在那里。为什么他翻过来的是五啊？太过分了。那我应该要怎么样？一可以丢上去啊，一可以丢上去。你说放回去吗？我要把它放回去吗？可是我放不回去，不是吗？我放不回去啊。哎呀，我操！所以我现在把它拼回去吗？可是我现在没有饿。什么意思？右键有用，右键没有用。你有牌就能慢慢丢上去，真的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5、4、4、3、4、3、8、7、6、3，是这样子吗？突然不会玩游戏了。什么意思？看到幺幺四，对啊，我现在大卡关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 get 到你们在说什么。你说我应该要放上去。可是我放不上去，我放不上去，我没有梅花二，我的梅花三丢不上去。红黑在下面排好，什么叫做红黑在下面先排？
还是收不到。哦，没有 get 到。什么叫做放上去？我也想放不上去啊，现在。我现在很想放上去，但是我放不上去。这个舞，这个舞好想要放上去，但是它是梅花舞。它是梅花舞，但放不上去。你想看画面吗？这样就看到了，这样看不到吧？你们画面很小。他以为我把关掉，还是我应该把它关？一次发三张，什么叫做一次发三张？我一次发三张，看起来没玩错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算了。快点，最后十分钟，最后十分钟，这开局看起来很烂，怎么办？这个开局我已经觉得堪忧，这开局我已经堪忧了，怎么办？一次翻三张牌，困难模式一次会发三张。哦，那我不是玩困难模式，我现在是还在简单。很干脆的重开。这个重开我已经感受到要烂掉了，什么意思？很棒，我觉得他已经没有救了，看起来我已经想放弃他了，我已经想放弃他啦。再一场，再一场。是不是有的烂，有的衰，有的衰，没有一个放得上去，有的衰。谢谢米酒的提篮盆花，还在水，我一张都放不上去是正常的，一张都放不上去是正常的，哎，不正常，接龙。我在睡，是我在睡吗？啊，我错过了那个五，我错过了那个 J， 哈哈哈哈。开放主任，对啊对啊，等一下，倒数十分，九分半，九分半。我也想要先放上面的，但他就不让我放。果然赢一场很不容易，接龙是这么难赢一场的。想要红色，红色 Q， 这样，
翻门简单模式是什么呢？可能咯，我不知道。自己有料哦，不知道，我们不能高兴的这么早。我知道了，我刚刚那个都是高兴的太早，他压根就没有要让我过。他刚刚压根就没有想让我过。就算点很快要五分钟，不可能。不要先拉过去，先不要拉过去。K Q J K Q J K Q J K 十。只听声音还以为在玩吹，十个吧。对啊，速速，我们要速速。我现在很努力在速速，但我发现我没有。我想要 Q。有可能会动不了，有可能会动不了。我现在没有那个余裕去思考你现在讲的话，我现在完全没办法动。五五，这里有一个五，快点给我那个五，我要黑色的那个五，他不给我黑色的那个五。像黑色的那个五，然后呢，四三二一一，然后呢，八七。七七没有七没有七，居然有影响。零型二上去可能有机会，零型二上去可能有机会。
酒，嗯，我没有拍了，我没有拍了。七，这边没办法，没救了，是不是？七，有三条。我有三条，我现在有三条，我现在有三条，我是有三条没有错。就放在，我知道要放到右边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边连不上是正常的吗？把牌放上去旁边吗？我现在要放上去吗？我现在应该要放上去吗？把牌放一放，放上去。放上去，可以吗？我会过吗？我会过吗？我放到哪了？我不知道。可以把记录都开了。我放了吗？我现在到哪了？我没有五啊，七，七，嗯？是这样放吗 KQ J 上不去，爱心禁止一下，黑桃六呢？我没有黑桃六啊，在里面吧。我改观了吗？我改在这两张吗？时间到嘞！三张最上面是什么？三张最上面是什么？一道空裂，可是这放不进去啊，因为它没有 K， 它没有 K， 所以它放不进去。都点开了，都在这。拿牌把那三张接起来，拿牌把那三张接起来。K，
下来，拉去哪里？哪里拉去哪里？红色牌拉下来，红色牌拉下来，红色牌拉去哪里？我要拉去哪里？K 不会在那里，应该在这里面吧。K 跟六 ，K 跟黑桃六在这里。开三张。K 跟六应该在这里。六也在里面，然后嘞，我甚至收不进去啊，这些牌收不进去啊。那都是黑桃，黑桃收不进去了。我的黑桃收不进去，什么意思？突然找到黑桃六，但是拿不出来。用四叠的那牌把三张接起来，把三张接起来，把哪三张接起来？我要接哪三张？红心拉下来，要做成牌堆只有黑桃。红心拉下来，红心拉下来，牌堆只有黑桃。花石在中间，所以我不要用，我现在不要用。啊，没有 get 到哎、欸！大家先跟我讲说这局要怎么解，我放给大家，大家告诉我怎么解。我放兜粉，大家请大家上兜粉帮我解好不好？我回来再解好不好？解不了是不是？解不了我再关掉嘛，是不是？我先念牌名，大家。解谜啦！送大家，兜粉在哪？不能。只有有 K 的可以送大家，我先解释，我先念牌名。好痛哦，我这好久没有玩接龙，接龙这么难玩。谢谢第十名奕晨，谢谢奕晨。第九名是文森，谢谢文森。第八名是卡米，谢谢卡米。第七名是冠伟，谢谢冠伟。第六名是法兰森，谢谢法兰森。第五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第四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小林，谢谢小林。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一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如果真的救得了这一局的话，我再跟你们说。拜拜，我先出门，晚上我再战接龙，我再战接龙，拜拜。